俺们当着清啊，哎，清要出清楚材料啊，因政府支持啊，因资金嘛落去，大行落行销管道弄落去，较早本来嘛，谁啊兴许咱台湾做的呢？怎么无多呢？拢无怎好做啊？因为你关税贵啊。像这个会跑了咯？还佫跑嘞？啊，拄到雨拄来这个这样的。休息。休息。对啊，啊！你靠天吃饭诶。哦，对啊，对，即卖真正靠天吃饭诶。因为恁若要对用机器，对啊，好个空间，空间比迄个味道，比天然较歹。哦，机器烘干比天然较歹，味道比较差。啊，过来打拢变，打完这种才拢变那种拍个不爱烘啊。卖好啦，卖烘诶，啊，本身应该无用过烘诶，对。较早是咧要求良心，拢嘛烘。啊，即马无可能，即马电钱贵，迄一个月负担两三万的电钱，无人敢行啦。等于说，这个材料不是台湾的，都是印尼的，都是印尼的。我们一直都是进口的吗？差这样算起来，差不多十五年前大部分十五年前至二十年，大部分都快要都印尼的东西。从十五年前到现在，对不对？对对，都是印尼的东西。那为什么台湾没有这方面的生产？腹地太小啊，可是它原料根本没有不可能嘛。你种植根本不可能的事情。这原料是什么东西？都是木材，木质类的啊。都是木质类的。所有的香料都是木质类的啦。是木质类的。除非那个中药材的东西不是而已。要不然一般都是印尼的木质类的东西。那以什么木头最多？老山啊。老山。啊，钱几条出来啊？啊，你感觉在做过用手的？无啊，迄时阮的时代拢嘛机械啊，吓啦，无。你是第几代？第二代啊。第二代，啊，恁爸爸伊时阵可能无安尼哦。嘛无，迄时嘛是有啊，有机械啊。是，较早的机械较无当遮好啦。啊，恁做几冬啊？哦，久了，十五年，我十五岁做到今嘛。十岁做到今嘛？十五岁啊。十五岁。三十年啊。现在这个在做什么？香环。就是直接这样子。对，直接用机器。我用机器这样把它泡好。对啊。这样比较省时啊。哦，对对。不像以前传统用手在搅拌的啦，不一样。讲新闻贷款哦，那些别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然后就在挑嘛，还是要挑？哪些是不要的？第三，那个是怎么判断？怎么判？就像这样啊。哦，这是怎样？就是不够，没有肉了，没有香肉了。没有香肉？哎呀，什么叫香肉？剩下一只竹子而已。它一盒大概里面几只？大约差不多快七百多只。有七百多只？哎，对，七百多只。那算重量还是？算重量。算重量嘛？那一盒一包就是大概一斤。没有啦，你李纯已经薄伊啊，他有可能？以台湾香叶来讲，无可能。